走不了，那块被留下了，飞机都取消了。飞机又取消了，又取消了。大家早上好，现在是早上5:30，我们现在要回洛杉矶了。在我们在这边的最后一天早上，下雪了，下的还挺大的呢。现在外面的雪越下越大了，那个高速也封了，国道现在也封了。我们在这边看这个高速口能不能上去。不知道能不能赶上飞机，我刚刚打电话给航空公司，如果这一班我们赶不上的话，我们最早13号才能飞了。现在雪越下越大了，我们的车撞了。喂，改不了。我现在他上一班已经起飞了，不是已经关闭那个直机门了。他非得等到8:40起飞以后，他那个才能改了。14号早上了，哟喂。走吧。现在到了高铁站，不知道能不能买到票。10:30的车是吧？现在赶得上吗？Let you beep. We let you do all your stuff. You resolve all your crapola. I know how a microphone works. 我们又回来了。哎呦，这样真没事都行了，真没事都好了。回家吃烩面，回家吃烩面，羊肉烩面。没有赶上，然后这已经改签了一次了，等于说只是郑州段的取消了，北京段正常飞是吗？那你们这个取消了，你也不通知，你早点通知我不就早点可以改了吗？到北京能不能坐那班飞机？Hello 大家，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说啥了。现在是2月13号晚上7:00，又下雪了。我刚刚得知郑州明天的飞机已经全面停飞了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又飞不了了。妈妈开车跟我一起去高铁站看看有没有从这边去北京的高铁票。哎呀，真的是我要疯了。这两天都没有下雪，这是要走了又下雪了，一张票也没有。喂妈，一张票都没有。往高铁站吧，你看司机让他接电话呗。对，我开着车了，我现在要送他们去高铁站了，来不及了。我们现在在东站等高铁，然后赶明天下午3点的飞机回洛杉矶。外面雪下的特别大，我是在半个小时以内收拾了所有的行李，飞快的飞奔到了，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了。现在是凌晨3:30，
我们坐了大概4个小时的火车，哦，应该是站了4个小时的火车。现在终于到了北京机场附近了，哎，希望明天北京的飞机能够顺利起飞。我实在是已经怕了，因为今天走得太急了，我把这个相机的电池和充电器都丢在了家里，所以现在电池只有20%的电，应该是撑不回洛杉矶了。我今天用了20分钟的时间打包了所有的行李，然后嘉瑞哥都还在外面玩呢，然后就一个电话就把他叫了回来，直接就去了火车站，连家都没回。我今天连澡都没洗，我现在已经不行了，已经快要晕倒了。希望明天北京的飞机一切顺利。晚安。真不敢相信我们赶上了，现在好像要开始登机了。我是3点，它原定是就是3点起飞嘛，如果3点能起飞的话，就是12小时了。嗯，好嘞，哎，先挂了啊妈，哎，拜拜。我们要回洛杉矶啦，终于开心。啊，我们居然上了飞机了，实在是，哎，太不容易了。看，外面还在下雪，但是下的不是很大。洛杉矶了。